只去一间饭店嘛，足大间，比一间
上帝。哦，啊，所以迄是灵灵听的故事啦，吼。啊，我搁讲一个真实事实的代志吼，那是我的老师啦。哦，我因为吼读一点仔会经吼，啊，我老师伊做有会会经就对啦。啊，我老师伊本来做油厂，哦，我做土工的就对。哎，啊，伫四十几当前迄阵吼，伊就去咱下岗，隔壁遐家里，去啊做工会就对。哦，啊，伊拢做外包的啦。啊，油菜外口买油菜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即摆吼，伊爬去十楼遐做油漆啦，啊，伫外面啦。啊，各位亲戚，咱咧扛起落个，迄工啊啦，咧做是拢伫咧站房，伫站房。哦，站房咱听吼，哦，要遮宽啊，足厚的，啊，大家都徛伫遐。哦，啊，迄时啊，你拢伫遐对啦。哦，啊，不过为着趁钱啊，我多啊，为着我囝，啊，所以就伫遐铲铲铲铲。啊，我老师吼，读易经吼，足认真啊。啊，我认真，你敢知影？全部易经的经文总背下啊，啊四段啦、六十四卦啦、九数啊、彖数啊，全部拢背下对。哦，迄个找着几个背下无啦，对。啊，不过伊一只都我都背下。啊，你知影怎背？伊爱上班啦，有时间会记迄落啥，会有时间去记就对啦。啊，下暗时还佫走去读啊。啊，到尾有时间人佫背嘿，伊拢用做油菜的时阵，哪油菜哪背，哪油菜哪背啊，对啦。啊！伊讲我伫十楼顶，我徛伫站房了。啊，哪油哪菜哪油哪菜哪油哪菜吼，啊哪背背经就对啦。啊，背到伫五毛去，我惨啊！打一个好势，我倒伫十楼，我转过来啦。啊，到第五站了，我本来站房伫啊，伫站房就转了了吼，我转倒两站。啊，伊哪个不继续过落来哦？站房对落来。哎，啊，伊讲我哪里有啥？伊讲吼，我伫擦这边吼，伊有哪事啊？迄个人个技术个拢会天机个，吼。啊，擦这边嘞，有哪事啊？拢会装啊干啊，伊拄伊个装啊干啊。伊拄我挂伫中间啦，吼，有迄个有迄个沙啦，哎，啊，过一阵伊十楼挂落来，刚好你挂着沙，会安怎？有迄个啥？迄个人讲下挂无啊，无啊，挂条命啦，吼，一两卡着断手啊，着安怎？咁样？老嘞，真是老嘞！哎，阿叔吼，伊拄仔无背，我伫背嘛无背，只条偏偏背个沙，砰一下，哎，后壁电机站忙到插落去，讲我插差不多一尺，安尼，我插伫个边啊，安尼对了，吼，啊伊背落去沙才几秒钟个尔吼，有可能无一秒啦。各位姐姐，啊咱是毋是讲目睭八分开，两分开，天哪就叫手无行动？迄阵敢搁会抱？迄阵敢会？一定袂赴啊啦！啊，无免啦，讲老师啊，老师啊，用看个着对啦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哦，用看老师啊着对啦。哦，啊，伊讲有感觉到伊老个时阵哦，伊个速度拢变慢去，拢我踩个吼，袂输叫老师用看是踩个吼，慢过来。哎，啊，做奇怪个伫三楼过来，竟然拢关吼，你要相信无？即两个话题啊，就是个啊。啊，拄我讲吼，嘛是揢着啥吼，啊，当做一回。啊！人看到这个人挂了了吼，唔算用撞嘞，伊挂了种贵，人家撞到到下底啦。啊，到下底吼，我紧叫救护车啊，送去病。啊，去到病的时阵吼，伊开始念，啊，我叫送去病，阮兜我伫倒啊，阮兜的电话几号几号安尼，啊，你赶紧电话我听听，我去打。医生讲安尼无脑震荡，过念这念咧无脑震荡无要紧，唔过爱观察，吼，住伫病住三个月袂，遐观察啦，看安怎无啦。哦，啊，无啊，正常人是十六半了，上无嘛讲囡仔要断去啊，是脚断去啊，手断去有无？哦，安怎？伊竟然拢无来，足奇怪了，对啦。哦，啊，伊有阮老师吼，佛山，诶，啊，我就即件代志了吼，伊还有穿保险，吼，啊，保险咩啦？诶，保险公司人来啊，伊讲咱无事啊。哦，啊，听讲你安怎？啊，发生啥物代志哦？啊，你这保险我帮你写，哦，啊，你都有保安全险吼，会当签，安尼啦，哦。啊，伊讲吼，伫伊头挂落来，咱赔偌济；伊头挂落来，咱赔偌济；十楼挂落来，咱赔偌济啦。阮老师讲，我伫十楼挂落来，伊讲无迄落代志啦。我昨昏仔去写者，伫伊头挂落来跳起个，你伫十楼会传我通话，好可怜啊！哎，啊，讲到有影，啊，着伫遐，迄落家己遐，互我伫倒，你呾去问，啊，着伫遮伫十楼遐，怎款拢挂落来呢？哎，伊讲无事啊。哦，你啊，你提前保险偌紧？我提咧写字啦，话多要紧。哦，啊，你啊，你讲下个，嘛，感觉讲得下，哎，无可能
去找老婆啦，去坐一只迄落啦，无可能啊！啊，即讲真正都有影，你来去问，去甲去查，哦，讲到尾啊，那你敢知影？迄个写保险了的，要证明是真命假啦。讲无安尼个模式，你搁去挂一台，都开玩笑的，这是，哎，这是开玩笑的，遐无注意，真正跳起来，敢是安尼？这是上天要搁用这个人呢？啊，无各位先生，十条命都死无够啊！你相信对不对？哦、啊，所以阮老师当迄个以后吼，都发一个台湾啦，什么台湾？七分胜，三分反啦。就讲伊七分呢，拢要做心术啦，打帮助的啦，刚筋摔倒啦，大天说话，破天荒的啦，伊都全部拢要做这个代志，对。啊，三分的利用甲顾家庭啦，因家庭嘛爱顾啊，哦，所以嘛是照常咧油差，照常趁钱，一干两千块，两千外块咧赚咧赚。哎，啊，所以各位姐姐。三宝有妙用吗？三宝的好用有够侪，有够侪，真正讲不完嘞。吼、哦，啊，有咱时间以外，咱搁可以讲遐济啦，吼、哦，大家。所以咱古早时代，吼、哦，我求到迄阵时候，应该蛮重要的。哦，啊，咱遐先过只，再来讲三宝，差不多咱大拢是安尼啦。哦，三宝要让弘扬我个大事，我小小事无，都是这样嘞。不过到这个时代，吼、哦，已经演变到安怎？三宝可以修持。用三宝来修持，哎，真正哦，哦，啊，所以今仔就是要来介绍讲三宝要哪修持，哦，啊，不过要来交代讲，唔通执着，哦，求道，哎，办道，哎，不要太执着一些事情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你想哦，啊，所以咧，迄个三宝哦，第一宝就是天官条，叫进龙观门，嘛叫做通天条，哦，咱就知道咱讲知影。哦、啊，嘛知影，感觉到对不对？有出点咩所在？哦，再按一下。哦，啊，咱用易经哦来安排这个局。哦，这是先天八卦，易经有先天八卦、后天八卦。哦，会归占一连三易。哦，啊，咱了解遐侪外紧，咱就了解这个好啊。因为咱人吼，伊有五官，所以来讲，哎，你这人五官观察无？你这人吼，知影七孔啊、八窍在倒无？咱拢唔知咧。真正咧。哦，啊，所以天官为口，所以口就是出人官，哦，咱的嘴啊就是出人官，所以一只字就一只吠出来，一只讲话无，哦，啊，所以咧都是在这里出纳官，哦，所以嘴就出纳一官啦，哦，啊，第二卦就是目睭叫感察官，目睭专门咧看人，哎，看天人间的形形色色，哦，啊，看天看地看人看物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目睭上盖镜，哦，啊，所以第二卦就感察官，哦，啊，坤卦哦，伊就啥，迄个审判官，哦，伊就代表个啥，皮啊，哎，伊皮糙，皮干咧，皮啥物物件，哦，啊，所以就审判官，哦，啊来采听官，坎卦就是耳啊，哦，耳啊就是会听物件，哦，迄个啥，顺个嘛听，逆个嘛听，好个嘛听，歹个嘛听。家拢得靠耳仔咧听，所以一关、两关、三关、四关，这叫做顺关。啊，五关咧，就是天关。哦，所以天关叫进用方文，啥叫进用方文？你是顺用肢体。哦，所以目睭是阴的，耳仔嘛阴的，嘴嘛阴的，耳仔嘛阴的。啊，是安怎？目睭会生啥？生目屎膏。耳仔哦会流鼻水。哦，啊，嘴吼会流会啥，会口臭。啊，耳仔会啥耳屎，所以这四空吼，拢歹空的。啊，倒一空上好空，点传出来点一空上好空。所以人家讲，哎，无比人啊，有好空的倒烧无咧，倒一空上好空，一空上好空，别空拢歹空。然后，那个嘛，你质量够歹斗阵的，歹斗阵叫啥？你质量够歹空，然后安尼，啊，咱个做好空，嘛歹空，啊，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找一个主宰官，啥物主宰官？就是啊，咱主宰伊规个即个身体专门咧运动，即个叫做主宰官。哦，啊，就是伊出来踮即个所在，哦，啊，再一个主宰官，搁一个，咱人吼分三魂七魄。我捌听过嘛吼，三魂七魄，哎，啊，咱三魂就是生魂、甲魂、甲灵魂，这三条灵魂，哦，所以咱若无三条灵魂，咱袂活啦，哎，啊，这三条灵魂安怎来？哦，
找到长颈鹿爷呢，哎，伊就走到迄个妈妈倒来啊，哦，啊妈妈怀疑了吼，哎，一个啥，血清高下，吼，啊伊的西流倒入去，哎，迄个囡仔就活，啊就倒活倒活，哎，到六个月时阵，差不多脚有手有耳有耳，逐项拢有啊，哎，啊到十个月咧，啊啦，咱的囡仔就乾坤定位，乾位头坤位脚，哦，就是角度，所以咧，囡仔。啊！伫妈妈巴肚内，头是伫一面，脚是伫底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伊是西魂咧挂，所以伊有目睭毋免看，有嘴毋免讲，有耳也毋免听，有鼻也毋免竖开，是安尼咧。咱当年也是拢安尼，你也毋免食饭啊，也毋免食牛奶，拢免啊。啊，无伊啥太遐老太挂，伊靠着一条财团，吼、哦，一代甲妈妈连做伙，吼、哦，听妈妈影响分，嘿！啊，所以嘛，这个囡仔就二大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若看昆德话，因讲阮拢捡囡仔八个啊，所以咱只讲生一个囝，就有够机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较早咱昆德大讲阿那德做偌水啊，你敢知影讲上细小个小个才水呢？啊，即代讲怀疑无法度，啊，你生两个就看，生三个看，生四个看，较早咱生六个、生十个，卖变安怎？哦，啊，就是安尼，生一个囝就到机会去啊，啊，生十个囝就到十机会就诶。拢孤单去安尼就对啦吼，啊所以十八怀胎的时阵，爱乾坤调换，吼，乾在伫下底，啊坤在伫顶面，就是吼头爱先得倒过来，即、這个囡仔准备要出世啊，吼啊即个囡仔出世咧，哇一个有无？叫做先天体登，后天体降，吼，安尼，啊咱另外个角度甲灵魂飘一个就走伫灵魂以外。所以叫做三魂合一，三条灵魂合作伙啊！你这个人太活，你也无三条灵魂人合作伙，你这个人袂活。哎，好啊！所以咱今仔日是要用三宝修法修持，就是要炼魂制魄，解吗？魄是歹的啦，魄就是贪嗔痴爱慕，要酒是财气啦。啊，魂是好的啦，所以要炼这个魂制咱的魄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咧，诶、欸，囡仔出事了，迄个啥，医生哦，就来拍下针，诶、欸，啊，拍下针了啦，就是互伊后天气接落去，哦，你关了了，你困哦，倒你倒入去，哦，啊，后天气接了后，哇，这个囡仔气坏，啊，气啊，接无落咧，囡仔变咧变乌，所以这个囡仔气坏，啊，知影吼，所以各位亲戚，你要看咱的三条灵魂大重要就好啊。哦，啊，即就是时啊，咱要求道，就爱知影佛，你知影咱的本性就是灵魂，咱的灵魂哦，伫佛教叫做佛性啊，伫儒家叫做圣人啦、啊，伫道家叫做真人啦、啊，哦，所以咱蛮好叫个名词哦来搞乱去，其实就是拢讲咱的本体、咱的灵魂、咱的佛性都是一样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修行说一记了，互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就爱直接开始就去修，叫做三宝修持法。好、哦，麻烦再按一下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咧，三吼，连用进三宝咧，这叫做三合院。各位先生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进出就进了厝啊，进拢差不多迄个换厝较济啊啦。哦，哎、欸，啊，什么叫三合院？各位先生，那多在啦，哦，基础的一定写到天边啊。啊，咱唔捌念念啦，哎、欸，我们看不懂而已啦。啊，无这是咧讲啥？各位先生，这个三合院是两个的家门。这样就讲玄关啦，各位姐姐了解吼？边仔是有一个两个窗仔门，迄两个窗仔门叫做龙虎窗啦。啊，所以咱叫一个这样门啦，咱个龙虎窗就是目睭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迄个边仔叫做房间，对无？肩膀的房间啦。啊，安尼叫春手啦，吼、哦。边仔迄两个春手叫春手啦。啊，个咩啊？咱叫做一个三合院啦。所以大厅绝对袂使大啦。这样子，哦，所以咱呐，就是人有人包问以后，还看恁听不听或什么，意思讲，你的你人归空去了吼，你人袂使袂住伫边啊，一定爱听大听，就讲你的灵魂爱去吃出去，袂使去无魂出去，哎，哦，啊，一定爱多笑笑，袂使多拍拍的，但袂使臭水，就是爱跟这样吃，哦，啊，这样吃吼，伫吃唔出去，啊，讲的吃其实是玄关呐。啊，咱若无求道嘞，你毋知影啥物叫正门啊？你只着拍无开啊！哦，所以咱若无求道吼，咱拍开以后，咱灵魂无变壮嘞，真的嘞。
哦，装的目睭重呢，哦，所以各位姐姐，咱感觉可能往往生的人哦，目睭呢，哦，够目睭呢，那叫做四百五元客嘛，那边呢，哦，啊，伊咱有加到，讲迄个伊的灵魂走的目睭出去啦，啊，这种哦，会出去做啥？做胶啊，哦，做迄提供那个杯。各位姐姐，另外鸟就有金鹅，哦，金闪闪的，你啊看到只鱼啊，飘一个加下落去，加下落去，哎，目睭讲落镜就落镜，哎，啊有一种人哦，规口面嘴是开开的有无？啊，哎，啊这种人就伊灵魂哦，走去嘴出去啦，哎，啊这种人出去做啥？做鱼虾准是水准啦，哦，另外鱼啊，啊，干嘛在啊？有无？哦，啊你啊你啊开，伊嘛搁做啊，甲伊挑起来，你明白？哦，啊所以，嘴迄个灵魂啊，伊嘴出去吼，伊嘴会开啦。哦，啊灵魂啊，伊把迄个鼻仔出去个咧，啊鼻仔夹夹，你注意，嘴啊把鼻仔夹夹个啦。啊你鼻仔出去个，伊出去做啥？做高压啦，做呼吸啦，做盲探啦。哦，高先生，你养宠物哦，你疼啊轻快啊淡快啊，你唔免去遐讲，就讲哦，较紧个高压，即个疼啊较紧来断个，唔免。啊！不，明仔载你也顺，对狗也一只。为什么？吼、哦，因迄鼻啊，足敏锐，鼻就知影倒疼啊。哎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鼻啊，啊，伫耳啊出去个咧，耳会倒梗啦。哦，伊灵魂啊，走耳啊出去了，倒梗啦。啊，倒梗吼，即种人吼，会出现做啥？做牛啦，做马啦，做狗啦。哦，各位先生，你看咱兜饲狗吼，听到你个声，哦，狗啊摇尾啊摇甲足欢喜安尼。哎呀，听到唔是主人的声咧，好，就是飞，就是飞，就是飞。所以你看狗啊、鱼啊，足敏锐。啊，有一种的灵魂哦，伊我袂撞，我袂撞，我袂撞，总伊躲在出来。啊，我那早就躲在出来了。哦，啊，伊躲在这烧烧。好，啊，这种走出来了吼，也出去做人。哎，啊，这种人啊，感觉上无安尼，无赚，无钱，歹就对啦，吼，靠歹命啦，安尼啦。哦，这种人歹命啦，哎。啊，有一种人呢，较好。所以较早无受用，所以只吼做者道家修持法的啥，变做修二元功，叫做二元功。哦，所以鬼吼会走去遮出来，哦叫二元功出来。啊，遮啊灵魂走遮出来吼，听讲有咱正好，有咱出去做人。啊，这个人吼是诸佛众生的人，哎，也是咱家金灯寺啊大爷，免做都自然开啊就对啦。哦，像这个富二代、富三代安尼同款啦。哎，所以一星、二星、三星、四星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四星啊？加这两道叫四星六道。所以四星六道是倒伫你目睭前，看咱百岁年老你安怎走。所以这种歹工啊，无必做呢。咱今仔就明说，一只眼会见你，你着玄关伫这玄关走出去。哎，一往西方叫世界，安尼有怎？哦，啊，无讲安尼讲，无点玄关变拢卡。就是哦，你百岁年啊，你看伊这个正门出去啊，伊这个正门啊，你袂使往边撞啊，你袂使伫迄落啥二房啊、去三房啊、去四房、五房啊、六七房，迄拢毋是正门了对，你顶下伊在这个正门出去，安尼，哦，啊，倒去呢，看你个啥修持的高位，哦，所以咱上天有分九，迄落九品莲台，九品莲台啦，哦，看你这人修持到啥物个境界，哦，上界好叫上品。哦，来上中品、上下品，哦，啊，中下咧叫中上品、中品、中下品，哦，啊，搁下界咧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品，哦，啊，都看你倒一界，哦，啊，都归你个本位啊咧，哦，啊，你若无伊现管处理，就安尼，出手就都无去做无去去啊。所以各位浅浅，求道有重要无？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毋是咱求道吼，安、哦、就好啊。百岁年头，我着知影，倒来是要叫做世界倒前天。恁爸爸有求道无？恁妈妈有求道无？你啥？恁迄落兄弟姊妹有求道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咱个后生查某囝，咱个孙也有求道无？这拢足重要。嘿，啊，这是啥物观念？咱就讲，你今仔求道到百岁年头，倒去是要叫做世界。哎、欸，你个爸爸无求道，哎、欸，伊走去地府呢？因为伊毋知影遮毋出去啊，我袂做啊，啊走去地府去啊，嘿，啊你好走去天堂，啊你是大人，走去地府去前面，啊着犯一个大过项啊嘞，哎，啊所以吼，好侪建议大家啦，咱是大人上解重要，烧尽办法一定爱互求道，真个哦，上尽办法，
我要听台六你讲个呀，迄囡仔吼，迄学生啊，二十几岁的学生吼，拢大学，哪里听台讲？为着要导引爸爸来求的，你敢知影啦？当然贵个咧，现在啊，因这个道理听来了，贵个爸爸妈妈，你今仔一定来求的，因为今仔是要来台六哦，一届足困难，足困难。哎，啊，伊一届拄好来啊，但是要来，但是要走，你一定啊挂啥，挂时间出来求台道。爸爸不会听的啦，因为以前人咱知影吼，大陆已经有一个思想无神论，吼，较早是批孔两情啊，安只是无神论的，你也参伊讲，咱人有灵魂啊，有神啊，有鬼的，他不相信哦，已经都无相信这哦，所以你得爱讲咱伊相信啦，啊，熟悉的物件，吼，咱讲就知影，好啦，我拢会问讲，哎，浅浅啊，你敢有相信灵魂？浅浅，你敢有相信灵魂？有嘛吼，像咱台湾神祖讲的，伊就讲有啊，啊，我问来了的。敢有？啊，我爱甲讲甲伊相信啦。哦，啊，我现在讲互咱听啦，吼，要咱讲甲伊相信啦，其实足简单个啦。哦，我来问讲吼，咱敢捌看过人往生个啦？各位先生，咱敢看过人往生个无？哦，迄个啥阿公啦、阿嬷、阿祖啦，吼，哎，啊，你看伊倒伫个位置啦？啊，伊毛头啊，毛手啊，毛脚啊，啊，讲讲迄个啥，我做老母啊，啊，为什么他不动了？是伊个灵魂离开个肉体啊，就无要你动啊。所以人一句话叫做往生啊，过生啊。伊个灵魂离开个肉体啊，叫做过生啊，咁个咧。那讲这人死啊，就歹听。啊，你看这人过生去啊，啊，什么过生？伊个灵魂离开这个肉体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叫做过生啊。哦，换一个身躯啊，对啦。哦，感情。啊，所以是毋是代表咱人个灵魂咧？啊，咱现在是在讲话。过千年，咱才坐伫遮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的灵魂搁伫咱的肉体里啊，啊，咱的离开肉体啊，去了了，什么都不是啦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你一个怪了，人来处理掉，我来先去又搁头安尼念念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圣人咧讲，就讲咱的灵体，咱就不生，就是真人不生不灭。哦，啊，咱这个肉体咧，想挂一百当年啦，啊，一百当了咧。哎，啊，就拢烧烧去啊，啊，为着带伊伫咧红花埔叫唐僧庙遐出去头安尼遐都是遐，所以信个咧讲讲，不信不灭就是真嘞，即个肉体，即个啥，有生有灭嘞，就是假。啊，所以今仔咱特别想到要用啥，就是想即个真嘞啦，毋是想即个假啦。啊，咱肉体主要是咱灵体等于使用个世界，毋是即个肉体啦，是咱个灵体哦，吼，等于使用个世界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各位姐姐，这就是三合院，古早啦，人起咧厝一定搭底啥，食到天光较清楚。只是咱会晓看，袂晓看哩尔，对啦吼。好，再看一下。啊，你看正厅内底绝对袂使住啦。哦，福财四位，是不是安尼？正厅才袂使住啦。哦，正门才绝对袂使住啦，嘿啦。啊，无啥啥个住，你个灵性个住，你个佛性个住。哎，哦，住人就是房间，啊，袂伸手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咱咧只伫遐边啊，好服侍各位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啊，迄个百货店嘛，就是夹听，就是要希望伊会当真正伫啥正路宽出去，就是夹出去。不过咱若无求道吼，伊无法度伫夹唔出去啦，拢伫走到旁门吼，我袂走，我袂出去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迄个啥，把咱用去。伊啊，咱一定机会来得啊！吼，啊，咱拢知影这个道理啊。下紧包了伊啊，派伊下咧落啥灵体提关出去。啊，足侪人问我，我讲哎，咱迄个陈讲师啊，啊，我知影我包了伊啊，我灵魂会走去倒去，多少钱？咱有这个疑惑。啊，这就是功夫哦。啊，互我着来讲吼，讲你着爱定定修玄关，你茫修鬼，叫做啥？修这个嘴腔。多少钱？咱只能修嘴腔的，你敢知呢？啊，啥个小水饺？哎，即顿要食啥？吼，迄盐葱计足好食个。哦，啊，迄落买落好买落啥？迄啥物物件足好食个？叫做修这个嘴腔啊。啊，有人修这个目睭空啊，是安尼修目睭空，我做爱看迄电脑啦，做爱看手机个，做爱看有诶无诶啦，有拢修这个目睭空啊。哎，足简单，你啊小水饺着直直就会走出来。你啊修目睭空，互你目睭走出来。啊，你啊修玄关个，你正唔出去啦。哎，啊，所以其他就是要来讲，要哪修玄关啦，吼，好，再按一下，哦，所以孔子讲，唔只来讲，是
水灵春不由乎，何魔又是道也啦？就讲吼，啥物人，伊咧来的时阵无经过这个门户的，都一个，这个是个正门啦。这个所在就是门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啥？来由啥？这个水灵春不由乎，就讲来直接倒入去，包下了后，这个火走出去，吼、哦，所以大家拢就是安尼，总统嘛是安尼，百姓嘛是安尼，天都嘛是安尼，文都嘛是安尼。孔子讲，较早伫迄个论语，伊就记较足清楚个。啊，咱若无求道吼，迄解说就阁无共款啊。哎，啊，其实伊就是拢讲即个玄机尔尔。哦，伊咪讲三年前，你有无师爷？哦，啊，再三个人，一个我个老师。你求道解说安怎解说？倒三个人，倒一个，接一个人，即个歹人，目睭歹人啦。即个目睭嘛歹人啦，倒一个，咱人目睭上歹呢。现在呢，看到人个物件，哦，足假个，像你若贪污，哦，看到迄个小姐足水个，来公司啊呢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看到啥吼，啊，着啥，迄个贪念、贪嗔痴、爱慕欲，迄个心就走出来。所以咱个目睭上歹去看，哎，哦，所以遮是两个人啦，哦，叫做目睭人嘛，人嘛，人啦吼。啊，咱个心观呢，嘛是个真人假人，所以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、行做伙，就一个怪老师，即个怪老师会出。人高，就是你的佛性，你的本性。哎，三个人行做伙，就一个我的自性在遮。哎，各位先生，人一直拢摄到天机啊，只是你一看，一看安尼尔。哦，啊，所以是啊，咱一定要求道，因为你啊求道得了，足快经典迄角度就无同款，境界就无同款。哦，无你我常常讲啥？天命之为性，宿性之为道，道也者不可思议也，可以为道也。你别讲我足清楚个。一个中诶，中央之道诶，哦，啊，大学之道诶，大学之道在人民着，在自有自先，有无？大学之道，什么叫大学之道？人得着因，叫做大，一个人有着道，叫做大，叫做大学之道啦。啊，你得着大了咧，明明得，你啊明着你诶自性在伫倒，明着你自性，明明得，诶，所以拢讲较清楚。啊，是叫做讲啥？摩诃法界般若波罗蜜多心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，叫你爱观，观由内底找你的主人翁，哎，看外口搁观，看内底叫做观，所以你爱看出来嘛，看看出去，所以叫做回光返照。所以咱若常来看外口，各位先生，咱的精气神拢一直发旺，多地线着，咱人会做包咱的。啊，你若常常回光返照，常看咱的自性的，各位先生。精神啊，精气神八九，够赞了，对了哈。来，再看一下，啊，这是孔子讲的《论语》啊。好，再来，啊，这个嘛就卖讲啦，因为吼，咱上课大家拢讲一段，指定哪种观自在，别人来上现而来。哎，指定哪就是遮，伊在讲话的，哦，遐一个观世菩萨，别人来上现而来，都先生才对别人做啦。哎，顶面所以是讲顶，所以才讲一个心字格。哎，所以才是观世菩萨带一只，啊，伊个观世菩萨能代表咱的佛性，因为咱的佛性参观世菩萨佛性都是一样的哦，咱的佛性参诸佛菩萨的佛性都是一样的，哎，只是咱是白去啊，诸佛菩萨是甲，哦，所以甲者为叫哪为师啦，白者为徒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了解一下啦，哦，来猜一下，啊，所以以儒家来讲叫西方文思。五吼，自性底面明着，吼、哦，另外生五门，咱人人体就是伫咧门走出去，四五吼，伫即个哪，迄落器官走出去，千万别记一件代志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所在叫做自性底，叫做顺用之体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啥上好康，吼、哦，啊，其他诶拢歹康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加讲灵山塔、风顺宝殿，啥物叫灵山塔？灵山塔的灵魂大个山嘛，啊！你讲有简单无？灵魂必住的地方叫灵山嘛，啊，遮就是灵山啦、啊。哦，灵魂大个所在叫灵山啦、啊，嘛叫风顺宝地啦。各位先生，遮我一寸一寸了无？叫风顺宝地。哦，所以佛教讲，讲佛在灵山不观求，灵山自在立心条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何用灵山塔啊？是不是有这句话？所以佛在灵山啊，佛就是住伫迄顶灵云大个山，
啊，灵山这个记载的心条啊，咱人的头壳中心叫做头，叫做心条，头壳心啊，叫做心条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头的中心点，安怎清楚啊？所以你有发觉哎呦，啊，这个儒家嘛讲安尼，佛家嘛讲安尼，啊，道家嘛讲安尼，咱本来就无讲，拢是讲这啊，无了讲啥，只是讲的语言无同款，表达的方法无同款，其实伊就是拢讲这个相关，啊，你明白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道家嘞，显品之文，叫做嘛叫做显观，显品之文是为天地经，显品就是边边啦，边边的中，这个叫做显品之本啦。啊，遮嘞叫做天地经啦，就是你还袂来出世的时阵吼，咱参天地同等久，所以吼，咱修就是你这显观开始修，所以嘞，咱来大家嘞吼，你也看。参天地同得救哦，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易经有三爻，天了第一爻叫天，第二爻了上个第一爻叫地中间爻叫人，所以咱人参天参地都可以同得啦，同长久哦。伊讲的第三，咱一个人的德性得救啦。所以各位前辈，你要看孔子得救有多无？孔子到今2500几年呢，也拢叫做孝养孔子呢。孔子伊第一名70几代的孙呢，到今年的孙叫做孔泽成。孔泽成哦，去到日本，大家要去拜迄落啥，要去看这孔泽成，各位前辈，你敢不晓安怎去看？尊者伊住伫咱仁用啦，伊伫仁用找伊哦，伊伫公里的头前吼，就停车。搁去调去做迄啥高中诶，迄个礼服，迄种迄种衫裤，搁一个伊公里用行行行来到遮。一口山，为什么？我袂啦，我袂滴诶，我滴个滴诶。喂喂，所以是安怎哦？伊太闲，搁调到公里，搁调到来看这孔德成，代表尊敬信的后代。所以各位想想，这个孔子的影响较大，所以是能够长天地同长久了。也就是这样子了哈。再按一下，回到了这个回回之地，也到了十二个，什么叫回回之地？各位想想，来放慢一下。所以什么回回之地？各位想想，这是不是土？这是不是土？那是不是灰？对不对？所以回回之地，你咪讲是啱嘅。所以是讲啦，回回之地，即个所在，看当回是使用用声来啦，所以回回之地，其实即个是一个大是苦，即个是苦啊。来耶稣是十字架，十字架解到最前面，到前面十字架一道，遮就是十字架。即个十字架才是真正的十字架。你唔通拍一个金啊、铜啊、青啊、绳啊、铁啊，迄拢是有形有相。真正是一个就是在这里。所以各位先生，我倒是拢讲统一的，我甲大家都讲这里，拢讲这啥正统方面啦。好，各位来站一下。这句诗吼，是最后的一首诗，是古早的圣人都留落来啊。伊有咱清明节的这个啦，下正阴阳动，伊就讲咱乾坤倒来，遮叫阴阳动。啥物叫阴阳动？耳腔叫阴阳动啦。啥物阴阳动？会出气会输，会出气会输，叫阴阳啦。你若拢出气会输，会叫阳啦。会吸来，会出气叫阴嘛。会出会出来吼，叫阴阳啦。所以安尼到清楚。各位先生，我问咱咱是要鼻腔那边两腔，还是要一腔？一卡嘛塌嘞，搁有一卡硬嘛吼，感谢。你卡拢塌嘞，好交代，搁有脆嘞啦。咱脆排到喘气啊。一届哦，一个前一个同学，我讲讲，奇怪，迄天地咧做万滚吼，迄皮啊吼，太平迄落啥，皮啊变太平一只啦。目睭吼，太平多只啦，白白太平多只啦，嘴太平多只，搁前一个为什么？咧看画的吼，咱个五官吼，拄啊白白上无落去，对不对？上无落去，伊比上悬嘞。咱无目睭安怎？无紧啊，咱从厝安尼尔尔，是毋是？佫无目睭袂使，无嘴袂使，无耳啊袂使，无耳啊袂使。为什么它可以追高位？这个是啥？
这就是真理啊，敢知影？哎，啊无你来看啦，你也白白啊，三日斗会底啦，目睭啊，扫去头去斗边啊啦，鼻啊，扫去斗边边啦，嘴后边斗啦，你安那斗吼，你的面就无好看啦，你要相信无？真诶，有一个人讲啊，鼻啊啦，做电脑变咱咧竖皮，遮竖，哦，我讲啊，落雨啦，走无路啊，我拢伫咧管。所以人上天做这拢有好势咧，搭落来吼，伊袂积水啊，吼，敢是安尼？啊，你目睭生一只咧，哇，来做鱼啊，伊个伊控目睭，吼，敢是？嘿，啊，所以你看，目睭两粒，耳仔两孔，嘴一孔，吼，耳仔嘛两孔，做到种好个。啊，你讲啊，嘴太一个尔，嘴太无两无够好势，嘿，一个嘴就天下大乱啊，啊，佫两个嘴咧，啊，好个，袂变咱讲啊，实实个咧吼。所以要下正阴阳，都阴阳落来是啥？天官落来，两个扛一只，吼、哦。上阶无极天，天官两只，西方叫世界。天官呐、啊，就一只只西方叫世界啦，吼、哦。两旁斜枝叶，两边一个枝，一个果。所以这两叫做啥？叫做日月，嘛叫做两方太，有无？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中间透离外，中透哪？透咱个离元宫，哦，离元宫就咱个阴阳有无？囡仔细汉的时候，叫叫信呐，叫恁哥哥，所以袂使啊，袂使遐拍着，吼、哦。好，幺四八八路带，什么幺四八路带？加上一个字，八路带。啊、哦，一啦，八路带，往往会玄关，所以呢，全部的物件拢会玄关。所以清净有一句话作好了，讲人灵相清净，天下色界归，就是你静下落来啦。哎、欸，全部天下甲你道理拢汇伫一个玄关内底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做工要做无用，外紧，外口无用，你心爱静，就是功夫啦。哦，这真正功夫啦吼，啊，慢慢来啦，再来一下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话我教咱第一招。哦，伊讲心为天道地主，就应该三宝修持作为修行的法门。哎、欸，这是上个基本的，上个直接的，上个简单的修行方法，唔茫小看名师、点化师、天官之子，这一点叫做修己，嘛叫做明心。哦，所以只要大家找到家己的主真主啦，点为生死跳门不可轻视。哦，所以都前面今仔时一定要记得。啊，咱拢知啦，你嘛听真济，这伫修行，你要救大家，各位前者不可能啦，绝对无可能的啦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吼、哦，大家拢走去参加活动修行啊，哎，啊，遐炼丹啊，前方民俗办理又搞怪啦。各位前者，你敢知迄阵大势死，迄落修长啊，拢修伫死伫迄落外口，啊，无人食，要死啊，啊，要去方民俗啊，全部民俗啊，哦，拢去乌火外菜就食，你敢知影？啊，红娘去咧，下凡成为呢，做为烧做尼姑，哎，所以各位前者。今仔叫你头剃剃的，做微笑，你袂无？做理工袂无？啊，小姐你要不要？好像不要哦，我也不要哦。哎、欸，啊，真个叫培养你，哦，培养你着在家修，就会当互咱伫厝里头好好行，互咱做生理有法饲大人，哦，安尼是做好个，啊，一路你搁会当心情正个，哦，啊，各位先生，你阿爹咱虽然是当个培养你哦，你也是百当正经啊，出事啦哦，我先跟你讲，你嘛无多人去盯啦。真诶啦，因为咱咧学，咱每个做都在路方面来出去做路走，来到真多一百人左右尔啦。所以还未来时阵，都还未普及进程，你要求得不可能的事情。欸、所以你看求得偌大着偌好。好、欸哦啊、所以讲是安那一定爱求得叫做受记。啥叫做受记？吼、哦，伊有甲来讲，伊嘛我都修成正果啊，伊嘛我都修成正果，等于呢？不管倒一道路，我都修成正果倒去咯。可是咧，伊无受记，吼、哦，啊无受记了呐，去到南天门伊就当入去，这个重点啦，知影无？伊嘛，我都家己用高利方法修成正果，啊，不过受记无受记，人唔知影有挂号啊，爱特别当去南天就去南天门啊。哦，啊是毋是较早捌听过这個故事嘛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泰国有一个师傅啊，即230几岁，真够活来哦。啊，伊就是一百岁时阵吼，修成正果，转去南天门。哎，啊，伊袂当入去，吼、哦，三观大，迄个三观大就挡掉了，讲你不能进去。伊讲我是我这个境界，怎会当入去啊？
伊讲你无受尽，你无受尽，所以只无得着三宝。哦，啊！你要认为你着爱三宝对症，你才能入天，安尼啦。伊讲安尼哦，啊安尼着爱去等偌久啊？伊讲你搁等一百冬啊。哎，安尼啦，伊这两百几岁嘛，两百三十几岁。啊，伊真正搁倒来，着一直通想咧，想，哎，两百三十八岁迄阵，拄我发伊祖有一个点元师，吼、哦，啊有一个讲师啦吼，拄我带一个点元师去度这两百几岁老师傅啊。哎，啊老师啊，已经收到你境界足悬的啊，知影点老师要来啊，伊三工前吼，就去接到通知啊啦，啥物啊通知，这无无去通知，讲紧嘞，你要求着先天大德一定来啊，吼、哦，第五华人者，哦，所以三工之前就叫所有徒弟，伊所有徒弟百几个嘞，全部拢赶紧嘞，拼扫迄落伊的寺院啦，拼啊出成绩的，哦，啊你知影吼，迄点老师真行啦吼，七个人。啊，未到的时阵哦，拢在对反应啦，伊在等伊啊。全部庙寺、百外个庙寺的人，拢出来在等伊啊。哎，啊，点落去听着，哎呦，啊，阮大伯来讲，你才拢知。哎，迄师傅啊，从阮内来，就来甲讲。哦，伊无随随便个师傅啊，无随便出门个，就伊拢闭关啦。哦，啊，就是庙着要求得吼，啊，就提来迄落啥，迎接点来师。哦，啊，听着了吼，啊，甲这点来师讲这故事，讲伊一百外个时阵。去当天门啊，袂当招聘。了个等，搁等百外等了，百三十几等了，才有这个机缘，点门就准备你来到这。哎，啊，所以就把所有的徒弟吼，百外人讲，我为着要求着等一百三十几等，哦，啊，我今仔虽然是有教导，我绝对要求到。啊，恁要求到，唔求到，迄你个人是因缘，吼，迄个为师无强求。各位先生啊，你看，恁因到有要求？全部庙寺的人总点，百，迄个讲讲点一百外几种，全部每个人都点，哎，啊各位先生你看，所以迄个师傅啊无受气吼，无法度得意咧，啊这师傅得意咧，还真系太过，吼，啊已经两百几岁啊，足无简单咧啦吼，啊所以今下，迄个受气，啊受气了叫做明心，所以咱若要修得，就爱先明心见性了，才开始修。你也无明心哦，无见性哦，你无法度修，你放在那个修啥？哦，所以就做为做事太难动啊，但用初心，得了成分，这点心的不生不灭的心，用不灭不生不灭的心修有修有灭的心，哎，了解吗？用不生不灭的心去修你有的那有生灭的心，安排到超脱了哦，来再按一下。哦，啊，所以有智有道者，以修行功夫为修行的迄个啥技巧？修行的功夫咧，为专去打坐还是禅定而言？就是伫咱行住坐卧当中，当常常修缩咱的身心，哦，思量有见，意修内观，念念不离相，以相住啦。哦，所以把心收为闲观，就不会起妄迄个邪念跟妄想。第一步功夫会记住，叫做修行，有简单无？哦，啊，修行是讲哦，叫你在那打坐，哎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哦，你的行住坐卧，就是你要行路，你马上修行；你去底下坐，你马上修行。哦，啊，你在做工作，你马上修行；你在要困的时候，你马上修行，啊，了解无？哎，因为咱今迄个啥，咱道中哦，不准教人家打坐。哎，啊！你啊真正要打坐嘛，无要紧，不过吼，一天要差不多二十个小时，二十分钟。哎，这个老师讲，哎，就讲你要修炼吼，时地拢在咱修炼啦。哦，啊！你啊要打坐，尽量不要打坐了。哦，啊！你啊要打坐嘛，无要紧啦，一天哦，得头尾二十分钟安尼就好啦。哦，你话食饱饱无，但是都要坐，都要坐，都要坐。哎，因为足侪人坐到吼，迄个啥啊出问题啦。啥物叫出问题？哦，就是左膜入膜啦。哦，我就有一个朋友，哦，伊太太吼，足爱打坐的。哎，啊，打坐到啥物程度，你敢知影？因兜有呾三合院，半暝困呢，去到三合院中间打坐呢。哎，爸爸电也无要插面呢，啊，你要讲五千无？不过呢，多一膜啦。打坐了后，迄左感觉走入伊个肉体啊，增加伊个肉体，我啊，人拢规人拢叫伊呢。哎，他说各位先生，哦，我们不要执着这个，啊，不就是一定要修行，哦，啊，变啊修行，就是你的念头修到你的观，
啊，再按一下，好、哦，咱叫横挂遮，哦，你爱收到哦，零碎印记遮叫做外形，这个叫做是个门名尔啦。啊，你要收的就收伫咱中点点的啥，那个中心点，叫做内形，叫做玄机幽玄众妙之文，那个就是内玄。所以咱要收的就收内形，哦，这个头的中心点那个，迄个就是叫做松果体，哦。中医叫做叫医生叫做中松果体啦，迄、那个所在吼上宝贵，大家你着会当生念啊，迄、那个所在你绝对袂使生念啊。但位着会当开刀，迄、那个所在绝对袂使开刀，打着行着死。你看迄个所在重要无？真的哦，迄头壳吼，咱要靠咱头脑哦，头壳挂过来啊，头壳掀开，哦，安尼要平安啊，要用拢无要紧。可是这个中心点就是不能碰到，哦，因为迄是啥灵体所在所在。哦，哎嘛，叫静静啊，真人静坐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修炼袂起啦，叫做啥？修炼这个头壳的中心点，啊，要来修，目睭八分开，两分开，四拿上姜，念头修炼嘞，咱这中心点安尼滴啦，啊咩啊？哦，像咱若要一班时间啊袂够的，哦，忙着搁遐讲话好，是安尼啦，哎，讲啊一大堆，不要这样子。你若看真正咧修炼的侪，你搁咧讲话。哎、欸，啊，目睭开开也好啊，是啥拢无要紧，伊着先修炼啊啦，安尼样看咧。哎、欸，啊无真正咧修诶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真久无看啊，真真好，啊，着是个啦。所以你着知影看着啥，你着知影真正咧修啊，真正咧修诶啦。真正咧修诶侪，伊着开始修炼啦。目睭开开慢当修诶，目睭闭开两开，闭开两开慢当修诶。你真慢当修诶，伫迄个念头吊伫遐。啊！你吊伫啊，吊吊吊伫啊，够先进。你敢袂阁都要胡思乱想？你敢袂阁都要想讲米啊袂洗，啊衫啊袂洗，啥物物件袂买？因为迄梦想拢无去啊，杂念拢无去啊。你是比伊着修伫遐，安尼修下。哦，你看，圣人来讲安尼清楚个，啊是咱外面有一条路，因为足济人拢无解，遮着是玄关。啊，拢修伫遮，目睭拢吊伫遐，拢讲变甲够起个，迄是修唔着。哎、欸，哦，所以是修这个中心的，用你的意识，用你的念，用你的心念啦。所以讲修道修心，迄、那个心念修伫你的玄关，修好啥扎实，啊，所以你啊，我念头拢修伫玄关，各位先生，百位你啊，保证你的灵体伫玄关处理啦。所以我讲，别讲忙修嘴汤来修玄关，啊，问题就在这里啦。好，来再等一下，啊。啊，所以咧，这个无多，伫玄关发出来念头拢得正念，就讲你常常修玄关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起心动念都是正念，哎，就是这奥妙。啊，咱若无修玄关咧，拢是意性，啥物意性？就是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我讲，我对，我说，哎呀，我想我对，都是自己。哎，啊，咱若修玄关咧，就是无我境界，叫做万念放下，一念不起。啊，所以爱修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拢着是自悲心，拢着虚假心，拢着诸位啦，定的心。所以各位先生，打第一步玄关着做好咧，修行啦，所学啦，爱修好势啦，啊，所以咧，心地心念在玄关，再用玄关去听、去看、去应对一切事物，如此就能以思一心一心。所以咱若修行习惯是了吼，各位先生。是你用你的珍珠人做主哦，唔是用咱这个目睭做主哦。哎，各位先生，你看咱这个用目睭做主哦，比如讲咱咧看连续剧就好啊。哎，用目睭咧看哦，会安怎？好，够精彩，等明仔载八点人就到。啊，明仔载看了咧，迄做戏剧拢准备啦，你敢知影？哎，你讲吼，就做到足精彩哦，来，明仔载啊，迄个剧情哦，明仔载继续。啊！咱来听广播电视拢安尼啊！哎，一群在人吵，这男主角啊，自由结果如何？请明仔载继续，是拢安尼。啊，你着搁等到明仔载。哎，啊，明仔载卖几多好？讲到足极端的，讲到一高潮，要动的啊！哦，啊，要知影啊，到明仔载。哦，永远看不完的戏啊，知道吗？迄个用目睭都看啦。哎，啊，咱来用玄关发端出来的主人，都带着你目睭嘞。你该行即行，该止即止，真正是安尼哦。哎，你知影什么代志哦？这连续剧无看无要紧。哎，
盖刚好，所以先办的一间多。哦，所以讲现在要求钱了吼，咱的小孩子看手机啊，哎，无看无代志，随看手了着嘞。啊，看干啦，妈妈都叫你吃饭啊，等你啦，无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头都拢做歹，真㖏，为什么？哎，我都无闲啦，等好看啊，哎，哦，啊，这嘛是我讲的，我着丢的，我吃饭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有目睭在看，伊用上真自然在看。所以修行是要你用真主人去看一切，你就会去有这形形色色的物件来啥迷灭掉了。哎，所以用真主人带动你目睭去看，哎，安尼就无袂起妄念啦。哦，用你真主人带动你嘴去吃，你就袂乌白吃，该吃你敢吃，不该吃你就出去袂吃，咁样咧。啊，袂清口的，哎，哦，真稀稀巴巴的吃。当你知影这个道理啊，哦，这嘴吼，袂使乌吃，吃人差，吃人偌济，爱用偌济呢？吃人一斤爱用十六两呢？多少钱？唔是遮简单呢？你得爱去含义实行咱呢？哎，哦，啊，咱若请到宿舍来，多少钱？啥物该吃，啥物不该吃？钱也唔通吃啦，我讲无，哦，伊吃叫吃个放袂出来呢？迄位迄落啥？迄血管呢会愈来愈细空呢？哎。迄愈酥的饼唔通食啦，愈酥的啦，红奶酥啦，蛋黄酥啦，反正是酥的你都唔通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咧做饼，我做了解。红奶酥吼，酥油半斤，米粉半斤做出来就互你酥酥酥。啊，你刚才酥油是啥？哎，我是脂肪的，迄食就放袂出来咧，迄拢卡伫咱血管内底咧，你敢知影？啊！你买素的，食一个，食一个，质量袂好吃，嘿，食较少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加减依据我这养生之道，有咱袂歹，吼、哦。愈素的就去问食，以为是素油做的，吼、哦。刚刚我诶，昨天老阿问我，讲啊，迄个是啥子？太素干的啦，我唔只简单，所以我讲了就素啊。哎，爱素油就去买面条，吼、哦。哎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油炸的最好不要吃，为什么？迄是面条，做歹。都怕要摆出的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可以的话，青菜多吃一点，啊，菜要吃啥，家己栽的菜上好，啊，敢知？啊，你讲我无当去买家己栽，无法子阮家有啦，啊，真无啊啦，在外口有啦，哦，外口我拢栽百两多多的菜，哦，我拢有哪吃好的菜，哦，哎，这例外啦吼，哎，啊，所以呢，哎，用你天珠啦，带动你目睭，带动你嘴，带动你耳啊，带动你鼻啊。啊！你做出来代志都下刀，好简单。所以修炼是足重要。你若无修炼，你就不要这个功夫啦。咱就是用咱的色心去做事，色心就是目睭就目睭，鼻啊就鼻啊，嘴就嘴啊，耳啊就耳啊。哦，听到人来学了，你就欢喜；听到人来嫌，你就啥生气。迄就是用耳啊听到你。啊！你若用手机做人带动你的耳啊听嘞，人学了你目睭。人来闭上，你嘛就如不动；人来跳，你嘛就如不动。哦，这境界，哦，无同款的啦，吼。啊，所以道理啊，有闲的时阵会记得时时静心，莫守玄关，不浮不躁，起观丹田。好，一点点，哦，这个够够厉害了。而且第一步叫做修行，对不对？第二步就是叫做玄关呼吸法，哎，会当去看卖。哦，那伊已经叫做抽砍田地的方法，哦，阿爸叫做神龟大法，阿你即个功夫用来用在，就是我咧身体较好诶，哦，伊袂当操心了事啊，我话成功较短，伊袂当操心了事，不过会当我咧身体做好诶，即个道家诶，叫做炼精化体、炼体化形、炼形还力诶功夫，啊，绝对可以做，哦，因为我阿做十几单啊，十几单有啊啦，哦，阿那做。咱就坐伫椅啊，还是坐伫布，通拢滑紧。啊，你着坐正一下，因为坐正正，咱会得人听，吼，咱听呢。嘿，啊，坐正正啊，迄落那不要靠背，吼，放轻松，吼。啊，用咱三宝，目睭八分开，两分开，志拿上强。各位请问，志是啥物拿上强？因为咱人有十二条经络，这边两条，那边两条，对不对？各两条，一条叫任脉，套条表表这个都督脉。咱的督任督两脉，拄我等你找你，加咱的肝本，啊，拄我等你遮，所以咱来志拿上强，迄气也出来吼，你
你个珍珠两摆，一只较有拍落来，较接落来啦。你若只无拄条个吼，接袂落来啦，了解无？哎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练个时阵足简单，就是身躯包括足轻松。你慢慢话身躯正正，啊硬硬硬，你愈硬会愈袂出来。你若放足轻松安尼，啊哪像平啊拢无啥物代志安尼，吼啊就食食食，吼目睭得有天有腿子啊上强，开始呼吸。哦，安尼本来就呼吸啊啦，而且咧，你即四肺是包括肝头还是哪？我看卖，哪对啊吼？而且咧，咱今天做这部功夫，就是你四肺时阵，腹肚爱大开，倒顶就对啦，叫做弦关呼吸法。哦，啊你四肺哦，咱是毋是四肺伫边仔入面？你着爱用意象咧，伫弦关入面，知无？哦，无真正练关有，你用想啊想就有啦。咱这功夫就用想尔，哦，用意带气啦，哦。所以吼、哦，你感觉吼，我咧竖气，啊咧气吼，你要练关入去，啊咧气入去了吼，你就把它，哎呦，有感觉，啊你家己吼用想的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一气就慢慢流落来，流落来，流落来，啊你把肚子大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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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咩？大家在咧八分满的时候，你气还搁在倒哪里？哦，我倒了等啊，慢慢慢滚出来，慢慢滚出来，啊滚出来吼，以前关照出来呢，啊叫前关呼吸法，啊你搁一个倒去，一个滚出来，安尼，哦一纳一出，哦啊会当做愈久愈好，一口气愈久愈好啦，哦我捌一口气做六十秒，哦啊哪卡只做拢差不多五秒、十秒都办袂了，哎啊咱若气愈长吼，寿命愈长。啊，气愈短吼，寿命愈短，叫做英雄气短嘛，我怎问？哦，你啊气啊，啊，这寿命差不多啊。哎，啊你啊，你翻窗门哦，拢无感觉你窗门哦，这个人哦，哎像神龟安尼啊，去地下拢无普通话啊，伊也无窗门，你啊唔知是何归清单安尼。哦，啊所以你练哦，就放轻松，哦，啊气吼，我伫下关入来，哦，啊慢慢上，慢慢上，慢慢上，慢慢上。啊、你感觉八五百吼，啊，搁哪里去？啊去吼，慢慢就练到出来，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就是叫做真人静坐，闲观呼吸法，吼、哦，做好用的哦。因为哦，迄、那个阿弥陀佛，所以就是讲这点。伊讲吼，有一个浅显啊，甘肃啊，去到一个国家，迄种都有会国家啦。啊，讲去得罪着因遐人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人啊放毒啦，你知无？迄、那个糖啊。啊，结果吼、哦，互食落了，哇，规个人拢唔对啦，吼、哦，规个人吼开始破病啦，去互医生看无效啦，全中医西医拢无效啦。因点当初讲吼，较紧转去台湾，去看有无法度能处理无。啊，啊，拄我转来台湾，嘛去全中医西医嘛是无法度，啊去听迄个古名医电话，所以咧讲这套，讲前关呼吸法，就是只输了，啊，伊前关滚出来，伊就开始做，逐工做，讲做一礼拜嘛，第七天。又发觉吼，伊迄血管的啥气走出来了吼，讲一只痰一只痰，四只哦，袂就滚出来就对啦。哦，哎，即摆就滚出来，就就出来哦。哦，伊的身体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。哎，所以各位先生，这些赖皮你敢知？尤其在座的，你也是刚输啦吼，或者建议你要练这一套功夫啦，叫做血管呼吸法，因为你的气不旺，哎，啊，你也气旺吼，你功课袂忝。愈讲愈想拍，愈讲愈爱讲哦，愈讲哦，精神愈好呢，真诶。哎，过些阵咱捌看人咧教书哦，行上台了，你看了这开始少声，开始无声，为什么？迄就是伊气无够。哎，实际我爸爸看咧教书讲讲话拢无用诶，真诶。一届吼，伫迄个讲清早班，啊一个浅显分堂吼，讲甲目睭有问题。哎，迄伊在讲起来差，哦啊，真哩足厉害，徛起吼，就开始去讲啊。伊讲咱半点钟就无去啊，啊，要到七点钟才停，还是接上接来，伊拢无准备落来接，全部讲了了，哎，哦，啊，所以加点练啦，啊，练一步吼，搁前点，有一个机会就是啥，冰袂使接，冰啊，哦，不管啥物冰，就拢慢接就对啦，要接就食常温的，还是温的落来，哦，你若食冰会破破皮哦，啊，所以你若看搁前点，咱接半度对不对了？伊爱气入丹田，啊，啥物气入丹田？丹田多在个沙嘴，沙嘴个只块，安尼，接入丹田，不是这里，是这里，好吗？然后第二条，
啊，你即摆做者看吼，恁只烧烧，吼，啊，伊烧迄个高压，擦擦擦擦擦擦擦，迄就是你气入袂出来。所以各位姐姐，你气入出来强气，你要把你的气用你的力量吼带到后面来。好，啊，不要带到后面，等于竖鬼形成哦，肝门提肝，提肝腰吗？肝门啊，你竖鬼形成肝门的救诶。好，因为哦，他要我讲诶，恁都赶快等肝门啊。因为是跟你去的，就走走来吃，走来吃哦。啊，走来，走来，走走走来到吃哦，真的哦。啊，走来到吃哦，我来用你的气来到吃。啊，不过哦，把吃哦拔回来，为什么？你用你的意念带动你面上头壳，哎，一只射十几滴，啊，搁倒射搁十几滴，啊，敢知影？啊，为什么要这样绕？会乎你智慧大开。哎，我讲真，拢进步的哦。哦，看变连看个安怎味啊？啊，变的了吼，较到放下，敢知影？啊，放下叫做啥？运烧就起。我较早变来到遮啦，一去吼变出来就是变出来。哎，啊，愈变来，我就愈紧张，他赶紧倒来，哦，叫我接落来，啊，接变落来就接变落来。啊，一届吼，我参阮老师去山东省一个白馆，哦，白馆宴就是啥人专门大家咧修炼的所在。哦，啊，迄落啥，迄排人吼，拢是爱死骨嘛，哦，像咱台湾咧，拢是爱死骨，笑偌济。啊，因为吼，咱捌一个物用经吼，迄个在遐讲吼，啊，迄倒一句话，用经个倒一句话，倒一句哦，大家在遐背就对了。啊，拄我一个迄落啥修道士的话啦，我迄师兄弟啊，啊，大家在看有啊，迄拄一个人看有个咧，我反正台湾就比较研究啦，哦，啊，大家吼，讲甲创欢喜。啊，时间到啊，吼，就大家走啊。啊，迄阵头尾，阮迄阵伫遐讲，差不多十几个就走啊，吼。你敢知影？小道士吼叫我喊哦，师兄等下，我甲你叫我了，讲咩？哎，你敢知道道行足细嘞？所以互我来讲，咱出门吼，哎，你看到会惊死嘞。伊讲你的气未到遮，你厉害无？现在呢，我平常不写啥，伊讲你的气未到遮，他看得出来，所以你发现人家你多出偌济。哦，我听着哦，我到头才这厉害啊！啊，我嘛足欢喜哦。你既然知我去的，而且你就我都转落来对啦。哎，我师兄之言吼，你知影你吼，先了指导一下。哎，讲好，我三个问题，哦，牢记在心。第二题，化小哦，对啦。化小我来哦，啊不，我不想想啊，好，啊好，我来找看看。啊，再来先生哦，那走的先生哦，这个玄关呼吸嘛哦。哎，较早硬点点啦吼，伊嘛伊较紧倒来，啊，这嘛就真正济了吼，还平常拢倒倒。好啦，看你要安怎啦？你要知影，迄个放下了吼，迄气吼，我明白呀。迄气是整片的气哦，差不多这大片哦，然后从这里慢慢的，你看在多舒服，真正规百万的第一个就是舒服对了。啊，你也无做到遐，你就讲做到遐啦。啊，这来倒来了吼。贵的，迄落运烧就变贵了，拢通啦。各位听听，安怎？玄关呼吸嘛，加减练，对你身体绝对有好无歹。哎，哦，啊无，我问你哦，切，你讲来哦。我咧要看卖，我给你几位，有下边吼有奖品。哎，好啊，今年嘛十一位啊。哎，你看那个我平常问咧。年纪有差啦，真个啦，做一个人问讲，哎，啊，迄落吃食啥？你想食啥？我无食啥嘞，我就直直胖啦，安尼啦。哎，啊，真的很好吼，因为吼，这是三宝其中的一种，叫做玄关呼吸法，加减练吼，下个日饮袂使食，哎，食饼就无使讲个电来破功啦吼，啊，再安尼食，哎，饼忙食，啊，好啦，你好嘞，这饼嘛忙食，饼真正足毒个，讲实的，你敢知影？我讲起这啦吼，冰是零下30几度，叫做冰。咱温度，咱体温是36度。你食零下迄落几啊度的落去，吼、哦，咱放尿出来，迄落温度嘛差不多30几度。是毋是在靠某种尿来转化，转化到30几度？所以食冰落去了，某种尿中伤着的，你敢不知影这个道理？所以我已经30几担，我要食块冰啊！这是好水的养生之道，所以各位姐姐，你要吃较饱的
我做工课吼，我来讲，一条筋唔通食，啊，哦，啊无吼，真正会害啦。好，来再按一下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啥？真人静坐玄关呼吸法，哦，啊，大家有听嘛吼？我后来大家听一首歌，哦，啊，可别听听。来按一下播那个歌，林俊杰新的歌啊。这首歌叫做《明星见性》哦，阿妈叫做《明星见》哈，哎，大家到平山见哈。所以咱今仔日是要啥物修行，就是爱明星见性，才简单俩啊。Thank you.
着分，啊，讲起来啊，哎，我讲过两届，讲唔可能爱偷嘛，会偷嘛，哦，爱是就好啦吼，啊，是咱这个五字，啊，这五字叫咱升起的，就讲吼，默念，你用念的就好，哦，因为咱这边当念啦吼，以五，以这种三十五做代表吼，先两三十五对不对？所以咱要行路，你食饱了落去买牛肉的时阵，你落先两三四五，安尼拢想迄五字就对啊。啊，你搭第二支，搭第二支，搭啊，你著第二步，这步叫做正开物极土，哦，你个做所以正开物极土，哎，安尼哦，咱就耳专心啦，哦，就是你行路的先两三四五，先两三四五念的，你慢慢念出来咧，哎。就是有一个德清啦吼，伊讲行三步袂记啦，吼，伊上头一个圈圈啦，哎，阿公老师啊，我行三步袂记哩呢，哎，啊我拢来偷念呢，我看你偷念哦，啊我我我阿你玩吼，讲念出来吼，你著字拢麻去啦，讲念三界三界字拢麻去啦，我看吼，你去偷念看卖哦，但阿公袂使念你去念，吼，阿公好啦，改吼，阿公加油啦，阿公阿唔念咋袂记哩变啦。我就讲你用那种烧呀，你用念头想那五个字就好了，哦，是不是嘞？所以我来讲哦，咱到财神到做歹困嘞，哦，倒去吼，并不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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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拢困袂去。你即摆倒嘞对不对？拢卖想东想西，后生所惊你嘛卖去想，哦，心无往事，拢卖去想，我讲，你的念头拢心地很关好，就是那些讲所学，哦，啊，所学了嘞，莫念五字真经，想一无二好。啊！你烧烧烧烧烧，哎，哦，啊！即摆吼烧开了啦，几摆了吼，你着帮我做做好暗眠的对啦，哦，啊好暗眠了吼，差不多到十，咱差不多要困吼，各位先生，咱们不要困啦。最好的时间呢，早点广告这一点啦，哦，你着爱赶紧去困啦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到七点的时阵哦，爱深层睡眠啦，就是互你困觉吼，大家来叫叫拢袂开安尼啦，爱安尼个啦。哦，你莫讲哦，啥物人哭一个你也知，啊，几点伊就加啊咧啼你也知，几点啥物代志你也知，啊，你根本都无困啊。啥物困你知无？深层睡眠讲，啥物代志你拢唔知，你挂了你嘛唔知，安尼就安尼就直接咧困啊。哎，啊后摆吼，你落啥咧？我啊，倒了吼，休息了，没三分钟吼，我就困去啊，做好困的。啊，我啊，我刚刚困到很难睡觉吼，感觉嘞，做歹困的人吼，第一就是欠睡啦，贫血啦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吼，请教所说的吼，咱请教所说的做好，如果很容易缺血贫血，欠铁性贫血，哦，像这浅显吼，你就是欠铁性贫血，你饮菜苍白，就是咱欠的吼，有一种叫做缺铁。欠气啊，铁气啊，所以咱一定要吃一寡铁质啊，就好啦。哎，哦，所以咱食素食的人哦，拢会偏缺铁性贫血啦。哦，啊，缺铁性贫血的人哦，拢是太困的啦，困袂去啦。哎，哦，啊，所以大家爱注意一下。哦，咱今日遇到一个老师问，伊的严重的缺铁性贫血，哦，找到个医生咧，就拢讲就用袂晓的。哎，阿伯啊，过去用注。食了检查了，讲伊欠气啊，欠缺铁性啊，啊过了食铁质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过前日这五日真经就写咧咧，吼、哦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我摸咧咧五日真经安尼落啊，一日行一日啊，一日行一日啊，安尼，吼，好，那来这个第二步修饰法就是这么简单，啊、哦，大家理解，啊，爱的，啊，爱的人无，因为无见你太见嘛，就无害嘛，啊、哦，好再来。好、哦，所以这咱不要开水啊！哈，来再来，过水时间到十一点啊。好，谢谢。再来，好、哦，这马上坐吼。啊，第三步迄个啥？你在咧讲的无量寿分，第二遍的南无阿弥陀佛，这遍就是这两三十度，哦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啊，你讲是啊，咱今仔咱在无爱念阿弥陀佛就好，嘛是会使。你要念阿弥陀佛，看我今仔无人念反对啊。哦，啊，这问题就时代背景无同款。哦，就咱是讲较早，你因啊，你来当马英九啊，哦，是不是？马英九做总统，伊就你当马英九比较好。过前天，啊，你今啊阿辉讲问当马英九有效无？有效啊，为什么？这个啥？就那个啥？蔡英文，蔡英文做总统啊，你得当蔡英文比较好。哦，哎，所以。
甚至你买当时候提出任何代志吼，你用咧佛珠开始念，哦，用念头念，都要念咧，哦，第几页了念一句，第几页了念一句，第几页了念一句，安尼，哦，这个都是第二步的修持法啦，吼、哦，好来，再按一下，好，第三步很多叫通天引珠海观，啊、哦，好，第三步很懂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再按，好、哦，铸就引爆行之无依心又出海，这个十二愿会。哦，咱来知影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叫做万会混世，哦，也会混世啦。所以诸位开天九会里面，因为你降世，而且呢，咱今天已经变到五会啊，叫做五味交替。好、哦，所以我意思，我讲省尽两三十五六七到五会是有七个，所以咱今天的运叫做七会。啊，咱人世间的运七会是要用啥？各位先生，普渡，所以天的运。
哎，迄叫做混沌。啊，着搁等一班空地化单，主会开恁主会面第二会议，等一搁你来，啊，人世间搁一个无关无关事。过些年代就是安尼来啦，了解吼？所以官兵收无收，咱要咱等于二会参阿母啊收钱啦。咱无收卖毁灭掉啦，啊，你有收卖毁灭掉啊？不过咱留底咱搁去消融世界。啊，无收嘞，过些年代啊。百岁以后会去到一个所在，叫做阴山。阴山后盖无地界哦，你讲我到去地到轮回也无，我无了解哦，啊无去到，叫做阴山阴阳的阴。哦，第二阴山一单空地百年，万年不离红瓦，各位先生，两种情形之下，就爱赶紧修啦，紧修紧赢啦，慢修慢赢，无修拢袂赢啦。好，好来再看一下啊。啊，这是叫哪算官规问世的方法哦？哎，一元十二岁，一岁三十分，一分十二岁，一岁三十年，一年十二个月，一个月三十日，一日十二小时。哦，啊，你是咪看作规？我写出你就知影哦。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哦。哦，咱就来写言、会、意、事。好，啊、来，年、夜、日，好，好，啊，咱车有数啊，这台车，哦，时，啊嘞，好，啊，你个车几元？十二岁，几岁？三十，好，啊，啊，继续落去，好，就是年会日事，年夜日时，啊嘞，这个几元？十二岁，几岁？三十分，几分？哎，啊，是安尼，你敢知影？迄个昆德英文啊，所
昆道要好好加油。古早时代昆道要想到没有啦，真正没有啦。你啊看七进四大甲一个昆道尔尔，关键无在关系，叫做四路不济。八仙的嘛是昆道尔尔，好不？好，那乾道嘞，大部分都是乾道的，因为乾道是孙勇之体，要修成正道就简单。昆道叫做母老之体，哎、欸，啊，所以再加油，哎、欸，母老之体啦，啊，所以你们有业经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一大堆的哈，哎，啊，所以要好加油啊，啊，再来，啊，所以一文就是100公斤，啊，一文嘞就是360担，好，再来，啊。一日之入六营嘛，所以咱日时是合同时咧，哦，入六营，目前是即个样样吼，咱做不了即个啦吼。入六营，万行之多吉，心中顺爱吼。会晓无？今日一家你慢慢来听听咧吼。入六营，万行之多吉，心中顺爱。哦，啊，所以个手无啊，懂啊吼。所以咱今日叫珠海关，所以手无海鱼，较在袂好时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哦，对，我这个囝就对了哈。这个子跟亥就是一个孩子嘛，哈、哦。所以写来无囝，因为咱收到有手印，无叫嘛有手印啊。有咱遐看看有无足济啊？咱道中我一个手印尔，叫做珠海关，简单无？哦，来，哎，所以写来要落啥？按这个字来决定，无一个囝，就咱八岁以后三个对一个时阵哦，你才有珠海关啊。就那是讲，像那关心菩萨，你抱一个囡仔，哦，啊，这嘛是拢要抱一个囡仔，哦，所以咱就爱修行，恰自之心，才会当回天转地哦。哎，对，咱就爱抱一个囡仔，才会当转去哦。你无抱一个囡仔，才当转去哦。啊，这囡仔是真个囡仔，是珠海关，明白吼？好，再来一下，啊，伊这有那一个变形的动物哦，所以你看咱伫妈妈的内底就是啥，困的，哦，来再来，啊，困的上啥，就咱咧。后手里，所以为吼，他食顿个火胆后手嘞，来了吼，因为这个就是偷砍田地的功夫，就是会用一恰自己心参的阿娘的妈妈巴肚来是一模一样，真的都是这样，啊、哦，好，啊给他后手，哦，这后手那好坏的对，啊你爱后得对啦，你爱后唔对就无采工啦，吼、哦，我做我来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后手的时阵吼。咱就爱啊，妈咧，靠在靠上，全部拢无叮当吼，这样不好啦。咱就全部爱做咧叮当啦，哦，你嘛伊靠在靠后，靠到怎好势？安尼你都无练着功夫，啊无变啦。好啊咧，伊靠在靠上，靠四靠手脚，全部爱叮当。哦，啊这叮当了嘛，就是你的气吼，伊就离冲来，离冲来，离冲来，啊知影？哦，啊所以安尼都未烧九天。好、哦，你效果带出来，好、哦，啊，出来带出你身体要健康，万事如意啦，吼、哦。哇，一旦我阿爸就来吼，我讲这步工较正确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这拜佛嘛，一个再多三个四个，然后了吼，也要这样子。就安尼，一个再个再个，哦，你有法度做100叩手，就做100叩手。我做1000叩手，你就爱做1000叩手。哦，我去我厝，我去遐讲堂吼，伊一个亲戚人，我讲啦。因为我迄阵吼，伫我就问大家啦，逐天拢是少少哦，1000叩都是这样叩，一叩再叩三叩，啊1000叩数，啊一个啦吼，讲发生车祸也严重哦，啊讲这耳朵拢无听着啦，讲安伫遐叩数1000叩，逐天拢1000叩数就对啦吼，3个月尔好去，因为体通啊，知无？吼，啊所以咱三宝就是爱叫一叩再叩三叩，把咱摆好。你忙到青狗，忙到要狗，哎，所以做一个人迄种袂三分钟啊，你三分钟，面表，你上班啊袂有啊，哎，一个再一个再一个，一个再一个再一个，一个再一个，袂像那个打机一样，这种效果不好，哦，所以建议你再来敷衍啊，那就来个等嘞，哦，啊，不一定，首先要买线香，哦，啊，就是打台主动哦，或者你来叩手哦，或者你来叩手，还是就台主一起叩手，不可以。其实这是一个足好的运动，吼、哦，咱若讲运动是足好的运动，吼、哦，无你啊话过前日咱去倒运动，到一步到去练着这个筋骨了，筋骨嘞，无嘞，我这步练着有筋骨啦，啊，所以足好的运动，哎，常常做啦，吼、哦，来，再按一下，咱来看结论啦，吼、哦，你啊话，咱泡水时阵，谁会到哪有事嘞？保佑你嘞，哦。
十回造化出真气，非止一时之幻变，时空千劫之轮回。你看，咱打这个功夫哦，三宝循环，即将一空千劫之轮回哦，互你规千劫个轮回拢变出来嘞。这就真功夫嘞。哦，所以各位先生，咱修道面对咱要行嘞。哦，是讲咱回到咱咧修道，伊出来就咧修法啦。哎，啊，就是爱会晓练啦。哦，所以各位先生，咱今仔有闲啊吼，我得把这个心得化化给各位。哦，当然，我嘛面了无啥好啦，啊，搁他在加油啦。哎，哦，啊，咱大家互相探讨探讨，互相理解啦。哦，因为这个功夫吼，一定会用，所以就无采讲啦，无采讲，咱一定会上好啦吼。啊，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，我哦，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啊，咱若稍微问题的时间来，咱互相研究吼，就都是大家心得解读，还是感谢各位。